在这个实验里面，我们会探究一下哪种表面吸收辐射的能力较佳。首先，分别在三支试管之中放入一些沙。用黑色纸包住第一支试管。然后用铝箔包住第二支试管。将试管放在试管架，留意第三支试管是没有包住的。在每一支试管中放入一支温度计。跟住将试管放在阳光之下，在30分钟之后记录各支温度计的读数。哪一支试管中的沙温度上升得最多呢？哪一种表面吸收辐射的能力较佳呢？